一万块不是这么好拿的，你铺陈的太慢，声音的本质还是不错的，放太四平八稳再比赛是没有位置，只有这90秒的时间决定你进不进去，起鸡皮疙瘩了，很有 potential。 声音唱腔本身有的技巧就是毋庸置疑。我把眼睛闭起来，我觉得有风吹过。